界各地新的任务，新的挑战，超级飞侠在身边，神奇世界千变万化，一起冒险。乐迪，有颗热血的心，朵朵，充满发明热情，我是爱心小爱，超迷的酷飞，超级飞侠我爱你。在上海街头的生煎包上，啊，来楼生煎，来楼生煎。爷爷，您是不是不开心呀？没有没有，只是从老街区搬来后太闲了，没什么事情做。太闲了，太闲了。您可以像以前一样，在附近开一家生煎铺子呀，还能和新邻居多聊聊天。哎。这边的人肯定对我做的生煎馒头不感兴趣的。不会的，我证明给您看，您的生煎馒头是最受欢迎的。对了，我可以找超级飞侠帮忙。早上好呀，安琪，今天我去哪里呢？住在上海的王小海订购了一个包裹，希望能尽快送达。没问题，交给我。上海是一个国际化大都市，它有繁华的黄浦江，江的两边都是摩天大楼。我知道，那还有很漂亮的东方明珠塔。你了解很清楚吗，乐迪？好了，快带上包裹，准备升空。乐迪，准备升空。准备完毕。王小海，这是你订的包裹。哇哦，是自动跟拍无人摄像机，我设置一下，它就能跟拍大家吃生煎馒头的画面了。这生煎馒头你要好好拍摄哦。设置好了，乐迪，我想请大家吃爷爷做的生煎馒头，然后拍摄这些画面，让爷爷知道他的生煎馒头很受欢迎。你可以帮我吗？我非常乐意。谢谢你，乐迪。乐迪，这是我爷爷。爷爷，这是乐迪。哦，你好，乐迪。你好，爷爷。爷爷，生煎馒头做好了吗？马上就好。你让我做这么多生煎馒头要干什么呀？嘿嘿，这是秘密。生煎馒头，这不是包子吗？它有馅儿。我们上海人把包子叫做馒头，所以生煎馒头也被其他地方人称作为生煎包。你看这一个个翻过来的包子像不像馒头？这种馒头好有意思。生煎馒头可算是上海土生土长的点心了。自从我学了这手艺，开了店，老街坊们可愿意来捧场了。他们爱吃，我也高兴。爷爷，我会证明给您看，这边的人也会喜欢吃您做的生煎馒头。好，好，好！来，生煎馒头都做好了。谢谢爷爷。乐迪，我们去请大家吃生煎馒头。哇，我们中午吃什么好呢？哦，我还没想好。机会。嘿，你们好，你们吃过生煎馒头吗？我们刚搬来这边，听说上海的生煎馒头很好吃，还没试过呢。这是我爷爷做的生煎馒头，
你们尝尝。哦，这生煎馒头皮薄肉鲜，里面还有汤汁呢，地下煎的又脆又香，太好吃了。这是我爷爷做的，大家都来尝尝。小海，你爷爷还会做生煎馒头呢。我也想学，改天让你爷爷教教我。好耶，我会告诉爷爷的。邻居们都很喜欢生煎馒头呢，那我们去黄浦江，请更多的人吃生煎馒头。好。你喜欢吃生煎馒头吗？我是上海人，生煎馒头从小就爱吃，不会有人拒绝生煎馒头，除非除非吃饱了。真不错，你们快过来。找画面了，乐迪，我们回去吧。嗯，快看，无人机表演开始了。乐迪，我们的摄像机。看来我们的无人机群信号太强，把你们的无人机带偏了，麻烦大了。这可怎么办？哪个才是我们的摄像机呢？糟糕，多了一部无人机，我们的信号也被扰乱了。大家不用担心，是时候呼叫超级飞侠来帮忙了。超级飞侠？他们是我的好朋友，每次遇到困难他们都会来帮我的。总部接通。这里是总部，有什么事啊乐迪？我和王小海在上海街头进行拍摄，可摄像机和一群正在表演的无人机混在了一起，现在都乱套了。想让无人机表演恢复正常，我看看应该让谁去呢？有了。苦飞，苦飞是表演高手，一定能帮助你们的。我准备好站在舞台中央了。看，胡飞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胡飞。乐迪，看来你需要我的帮忙。胡飞，你可以让无人机表演恢复正常吗？是我发光发亮的时候了。好了，大家都看着我。
续请大家吃生煎馒头。来看表演送生煎馒头，尝尝生煎馒头。哇哦！就在那里。你刚才和无人机的表演可真是太精彩了。不知道视频有没有因为干扰被损坏呢？太好了，拍摄的视频都在，这下可以让爷爷看看他做的生煎馒头在这边多受欢迎了。这就是生煎馒头，太好吃了。好久没有吃到这么地道的生煎馒头了。这是哪家店铺呀？我也想买。等您开业我一定多多支持。没想到我做的生煎馒头在这边也有这么多人喜欢。喜欢喜欢。爷爷，您的生煎馒头这么好吃，要让更多人知道才行。好，那我就在这边重新开一家生煎铺子。太好了。哇、看来我们的任务完成了，该回去喽。再见。再见，谢谢你们。勇闯天下，超级飞翔。